我出来个电刑猴其实是行的，大家就别这么玩，哎，还得带征服者，知道为啥不？你像你打这些其他的征服者的英雄，比如说这剑姬落手这种的啊，落手无所谓，那都随便打。剑姬、卡密尔、武器大师这种的，你没有征服者，你怎么跟人对拼？你持续伤害不够，你这种战士，你要跟人换血换技能的话，你得持续作战，你知道吧？你打不过他，所以还是得带个征服者。全军出击！落手为啥随便打呢？因为他怕爆发，他并不怕持续伤害的英雄，他比较怕爆发，他怕一套死了。像剑姬这种的呢，打不死，他能挡。好，多兰顿先E一下，破个骸骨，别急啊。如果这波他敢跟我们打，拉扯打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一上来再点，往后拉点点点，致命点炎死了。你看这是我有点炎的情况下啊，没摸到算了。哎，挺细啊，很细，哎，很细节，但是呢差点虚区，小伙子这波呀，这波这小子在草丛里边回城，我们正好钻进草丛，打不进去来 A E 接个平 A 电刑，再平 A， 操他怎么生了你？还好他在逛淘宝，很快啊，这生的，我们偷袭，来个蜘蛛，你不讲武德，还好啊，还好还好还好，这剑姬啊生了也无所谓，也生不了啥玩意儿了，插个眼儿来，下路又崩了啊，没关系啊。哎，怎么开始又开始跳兵？这干嘛？这么点血还跟我打？这蜘蛛怎么又来了呢？哎，好意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能打得过我，小伙子？勾引他一波啊，勾引他一波，个老蜘蛛女皇，来蜘蛛，让他看见我们。我知道剑姬在他旁边，不过没关系啊，他敢上来他就死。我怎么老跟那马老师说话一样？这玩意儿是不是有传染？我发现不能好好说话吗？老李汉，这玩意儿传染人呢，我发现这挺魔幻的，挺魔怔啊。
被同化了。A 走，这个弱点在我的屁股上方，先 E 他一下，再 Q 他一下，下边杀他，戳我。死了，由于我的假猴接了一个平 A， 这波死掉了。我们已经其实就已经无敌了，在我六分钟的时候能有这种装备，也不是这种装备吧，就只要能有三个人头以上，基本上整场比赛的所有人三个技能必死。到了二十分钟左右啊，等到二十分钟左右的时候，我们三个技能就整场比赛的所有人，包括我们家自己人都不好使，就是三下。这算了，塔下回家吧。艾克三级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打的，这野打的，给你打的出了一个极星之靴，我的天哪，你这么多钱你出个武术还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兄弟跑得快送得快，这把先来个水银鞋吧，因为有个蜘蛛，这把这打野装备自己会没的。两层塔皮已经没了啊，这小子不来了，不上来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在这等他。死了，不好意思，你俩都得死。哎呦我操，这蜘蛛虚区有点高啊，这什么发电机，海克斯发电机。哎呀，这怎么能没打过呢，卡了，好像是刚才好像卡了，跳聘了，你们看见没有，跳聘了，抠没抠出来，你别跟他打了，你打不过他，你别跟他打了，你打不过他，别送了呀，这蜘蛛一没一起来，好老蜘蛛啊，想跑往哪跑，我操了你哥了，没事，我们有盾，问题不大。 AQ 接 W， 莫敢辣是没大招吗，莫敢辣啊，让他追，先杀他剑姬吧，这也忒卡了，我的妈呀，这给我给我交技能，哎呦，这也能双杀啊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
可不容易呀、啊。中单没有扣中过，那中单就是个平 A 呀、啊，那就是个平 A 英雄啊！哎，这居然 W 不放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小伙子，你敢这个样子放技能，我确实是没想到的啊！我们的星石还没出来，太卡了，开始有点卡了，这网啊又开始不太好用了。下波我们死了重上一下啊，游戏结束，我们已经无敌了，把红打了，然后去下路。嗯，没红，算了，回家了。Oh, nice. 秒人三件套，现在星石幽梦加那个星石幽梦加那个叫什么收集者，这下来一趟啥也没干，还他妈的让人刮两下子，我是实在是脑袋都疼，真的，你给我回头抠了 ，A 抠一死。真卡，真是有点卡呀，看看中路塔皮能不能吃啊。哎呦，走，下路拿俩人头，还不走啊，还不走，你俩就这种情况还不走，其实就已经是死了，你给我下机，人呢？呀呀呀呀呀呀，卡了卡了卡了，停停，我说停停停，哎，我说停停，老蜘蛛，哎，正好退了啊，正好退了，正好退了，把这个调一下，调整一下，哎，调整一下就好了。虽然刚才和现在啊，这个延迟并没有差很多，
但是一会儿你们就明白了。这把直接来收集者吧，就是收集者跑得有点慢，你知道吧？往我这儿走来，这双棒我要了。小黄毛，看一看在哪里啊？找到他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操，还卡？这样看见没呀？你大爷的，出草了。人呢？你还出来？我是没想到的啊，兄弟。这怎么还是卡呀？看来得整个游戏大退了。我这一看，来，挨个技能给你撇了。往哪跑？往哪跑？你跟我打。好卡呀。哎，999。你别让我把你给逮到了啊，小伙子，虽然我有点卡。好大，这探险家没死是个怎么个情况啊？哎，双杀 nice。你好像打不过我呀，兄弟！哎呦，我操！艾克，救救！回上甲啊，一会儿来。这蜘蛛给我吓坏了，好像没一口痰把我吐死，什么玩意儿呢？夺魂！夺魂呢？哎，太卡了，确实有点卡。哎呀，卡的有点让人难受。这不是掉针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丢包。容易影响我那什么，影响我连招的。
这里有个眼儿。哎，好的。赶紧打完拿下吧，这不行啊，这太卡了，卡的有点让人难受。我估摸着他们下路可能会去人，看一看啊，先扫一下，看看这波怎么打。我如果这波上，那么必定就是四个人在这等一下这个岩雀啊。咦，你小子好像有点过分呢，这我一看呢，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不是卡，我就打死你，我跟你说。我就是有点太卡了，我才能放纵你，让你在我的面前待这么长时间，小伙子。我就是还是放纵你了，我这一看呢。我们可以来个什么巨蛇之牙、暗影扩建这些，知道吧？穿穿甲。而且我们这种吧，不用敌方看不见我们就有虚区。哎，这咋没死呢？打不过，没有打不得，我决定再重上一波。哎呀，我把整个游戏退了。我知道为啥卡了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为什么卡了。上传率不够，还是卡，完了，现在已经不好用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已经不好用了，本来原来还好用一点。吃我一棍儿。一棒999，900+999，我操，900+999。这蜘蛛必须得给他杀了啊！这蜘蛛肯定是走不了的。
哎呦，跑得挺快呀、啊！这是什么呀？给加血！要不我再重上一下，最后一遍，好吧，最后重上一遍，最后重上一遍，加速器我也不开了，我把这个给退了，加速器我也不开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这 V-Game 我给它强制加速，关闭加速，我给它关闭加速，然后我再重新启动一下，如果这回再卡，那我们下棋去吧。我把 V-Game 退了他也卡，不是 V-Game 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，这不是人家的事儿，别老赖人家行不行，人家不管不着，这人家管不着，别老赖人家。来个这个小穿甲，不行，稳定了，哇吼！打大龙啊，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来个暗影扩建，这岩雀是不搁这儿呢，好岩雀，你给我死、这都没死，这没有5%的血，哎呦我操，100滴血没有5%吗，2000滴血5%是多少，200，那应该有5%，怎么没斩杀呢，这是有点奇了个怪了，有吸地没有吸地，哪有吸地，净扯犊子，2000滴血5%不是200，你拉倒吧，你欺负我不会算数是不是，2000滴血的5%，2×5=100，那有点少啊，那也太少了。